Hello， 请去音乐娱乐节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成新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刘文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。很高兴在第四届 TMD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中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华语团体，感谢 TMDA， 感谢 TMDA 的认可与肯定，让我们更加勇敢自信地走向广阔的音乐世界。这份荣誉属于我们七个人，也属于一直陪伴我们的粉丝们。感谢每一位为我们加油打气的粉丝朋友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无限动力。积蓄能量，不断努力，向着未来，我们继续奔跑前行。因梦想而出发，因热爱而相遇，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见面。我们会更加坚定地走下去，突破自我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